今天都在后面吃，跟我在后面一块吃饭。两个虾了，这已经有两个虾了啊，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。这个虾我什么都没放，我就放了一点，就是，我就是凉水下锅，然后放了点姜片，焯出来的啊。其他的什么都没放，这个虾还是很甜的。今天馒头来，哎，咱们打饭。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这个里面有虾啊，都打到里面了。七个，再来一个，八个，有的在里面，就是我就不数了，就直接全打碗里面了啊。还有个碗嘞啊。五个，六七八九，打九个。来，你家馒头啊？喝两个。嗯，不着。对。咱们来大强直播间呢，就是礼物咱就别送了，好不好？咱们也别破费了，就是帮我点点赞就行了哈，感谢你们啊。我就一个普通的农村的啊，就是没事在这边做做饭啊，就在农村啊，也做了七百来天了。多打点嘛啊，这个可能不止八九个哈、啊、这个多打点嘛，这个我也不去数了哈、啊、虾做的比较多啊。慢慢点啊，高地，再给你一份啊，那打两份的啊，这爷爷是打两份的啊，这爷爷，这个紫色的是那个紫粉啊，还有白色的粉条，这个白色的粉条是那个山药粉啊，两种粉条，来，对吧对吧，打慢点啊，打慢点。那个馒头的，好了吧，拿馒头。加点那个粉啊，加点那个紫薯粉。粉条还粉条下饭，粉条很好吃啊。哇，这就多打点吧，这也不知道多少啊，没不数了。今天来来，给你个馒头来。咱们有喜欢的可以点个免费的关注啊！我是啊，每天是做两顿饭啊，中午跟晚上啊，就是每天给爷爷奶们做中午的饭跟晚上的啊。咱们有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啊。来，对着屏幕帮我点点赞嘛啊！咱们的赞赞有点少，咱们赞赞现在才十二万。咱们能一起搭把手点点赞就行啊，能一起点点赞。不是拿桶啊，拿那个比较好装一点啊。来这边基本上都是碗比较大一点的哈，肯定得拿大点的碗呢。碗太小了，第一我不好装啊，第二的话我碗大一点，我这样打多一点，打多一点回去我，你看像那个像这大爷他回去他肯定有老伴儿啊，对不对？咱们就多打点嘛啊，咱们不能说你家里面两口人，然后你两口人都过来排队。来打饭的那怎么可能呢，我就多打，我打的就多啊，打的就多，咱们多打一点啊，我多打一点目的就是咱们回去之后啊，他们两个人都能吃啊，一个人可能吃不完那么多啊，我打的都是两份的。来大奶给你来，给你拼奶啊，给你馒头，来来来来过来。多打点吧。八九个吧，十来个虾吧啊。咱们来我直播间，咱也就咱礼物咱也就别飘了，好不好？就帮我点点赞就行了，我谢谢你们啊。
来，拿慢点啊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不要拿，赶紧啊。大奶拿完了，等一下我的戴手套我就不剪了啊，麻烦点剪吧。整个饭就交给我来的啊。啊啊，我那个一点就给我砍掉了，一点就砍掉了。走，只要好打都行啊。一个村里没这么多，一个村里没这么多人啊，咱们就是十里八村来的啊，家们十里八村来的，一般他们身边是没有啊，这个我就不能说了啊，家们，反正没什么人在家啊。再来一份啊。对，有人在家我就不做了啊，基本上没人在家啊，因为农村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啊，农村有的时候人还是比较少的。我是这个村里唯一的年轻人啊，中年人啊，我也不是青少年了，青少年跟我已经没关系了哈、啊。我是中青年人啊，中年人。啊，拿慢点啊，这奶奶给他打两份啊。有个爷爷他不能来啊，坐的那个起不来，你看多打一点。来，给你两瓶奶啊，给你两个馒头来，能塞一个啊。这是电饭锅啊，这电饭锅，为什么会电饭锅呢？这个电饭锅呢，它是，如果说它吃不完，有的时候我中午做饭，它我打了菜，它吃不完以后，它可以插个小电，你看到没？在这边有小电，你看，插电啊，它可以热一下啊，这个就可以吃了。谢谢我小城市的墨镜啊，咱伯间的哥姐们，咱们就是礼物哥姐们，咱们就有别送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就是帮我点点赞就行了，感谢你们。那送礼物不也贵嘛，也费钱啊，帮我点点赞就行了啊。啊，谢谢你们破费了啊。哎呦嗨，好烫！来。来，那个完了，大奶。对，这里面放的那个粉条，它不是粉丝啊，这个是那个红薯粉，还有那个就是，跟那个山药粉啊，紫粉。来，来，拿慢点啊。姐，你啥不想？谢谢我风雨同舟大哥，感谢我风雨同舟大哥的墨镜哈。毛毛镜哥下来多久？去上多少人了？下来，请你俩来，给我完了，奶奶。对，大家就是大家也有刷到过，就是做饭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做饭做什么菜，我觉得是不重要的哈。因为做这样的事情，他并不是说谁在比谁的菜好啊，我从来不觉得我菜做得好或怎么样啊，我只是觉得就是荤素我搭配一点做啊，咱们就是营养均衡一点啊。这件事呢，他一直以来都是，就是咱们一直是去坚持做这件事啊，不是说去拼谁的菜好谁的菜不好啊，我觉得那样真的是没有意义的啊，能坚持做下去这个是很难得的。再打一份吧。两份，再给你两份啊！为什么要做这个事？因为我没有什么才艺啊，我唯一的才艺就是做饭啊。那么呢，我觉得我能用我的才艺，然后做一些饭，我第一可以直播，第二的话，我能做一些什么事情，这是一举三得的事情啊，这是一举三得的事情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也庆幸我没有其他的才艺，我要是会跳舞唱歌啥的，可能我都已经不再做饭了，我可能已经做其他的了啊，可能我已经在做娱乐直播了。啊，快，嗯。
对对对，这个咱们播间有哥姐们说的对啊，这个是带回去之后呢，因为家里面还有老伴儿，我你看这个奶奶，她家里肯定还有老伴哈、啊。我打的多呢，并不是说给这一个奶奶哈、啊，这一个奶奶她肯定吃不完那么多哈、啊。我多打一点呢，回去可以跟老伴一块吃啊。这个两份呢就刚刚好了啊，这个两份就刚刚好了。确实有点很热啊，这个今天天气这么的凉快，都这么热啊。来，这个也没有大家直播间说的那么夸张、啊、说什么主播在做这个善事，主播在做那个什么公益，其实没有哈、啊、其实大家要理解一下哈、啊、我呢我觉得直播有很多种哈、啊、就是直播我自己的才艺就是做饭哈、啊、能用这个才艺做点啥事，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哈，一举三得的事情，咱们刚好也都可以开直播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咱们平时的礼物打赏赚的一些钱干嘛的，都是可以拿出来，然后买的一些菜，包括他们一些衣服啊这些东西，我也都经常买啊。咱们需要帮助的，咱们也都会去做啊。大乔呢，30号月底哈、啊，准备出去环卫工人做一段，做几天饭啊。月底30、31号，啊，慢点啊，对，山区我也会去啊，山区我也会去。那么呢，就是慢慢的就不止于就是说，只是给爷爷奶奶们做饭了啊，他们其他的也要去做，啊，你不做你就不辜负大家天天来看你直播嘛，对不对？谁的钱不是钱啊，是吧？能支持你已经很感谢了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！能支持我已经很感谢了啊，谢谢你们！能来看我直播我已经感激涕零了，真的。没有葱花了是吧？我想吃点葱花的。啊，还有一点是吧？给我吧。不能说养懒人哈，不能这么说啊。那我给环卫工人做饭，那他们懒吗？他们不懒吗？对不对？觉得。我个人理解的爱心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身边的一些事情啊，并不是那个什么什么，就是咱们吧手往上面去想的那些慈善的事情啊。我觉得爱心它就在你身边啊，就是真的身在农村特别特别有很多需要帮助的，你就哪怕在城市吧，对吧，也都有啊。拿慢点啊，给我个碗来。感谢我那个送的，感谢我 H 小姐姐送的保时捷啊，破费了小姐姐，感谢我小姐姐破费了小姐姐，64级大姐了哈，等级这么高，感谢谢谢啊，咱来直播间咱就别破费了，你们帮我点赞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，真的，我在这两天之前点赞点不上去啊，我这两天。点赞老是点不上去啊，咱们帮我点点赞就行了，感谢你们。好热，这里面虾很多啊，我都已经混到里面了，所以说它不是表面上面一点虾，我这个每个勺子都能打到虾进去，你看这都能打到虾在里面啊，它有的在里面，大家能看不到那个看不见。我在那个安徽淮南啊，刚才有个兄弟问我说兄弟你在哪，我在安徽淮南啊，这个村呢叫做红桥村，我来这个地方做饭已经做了有3个月了啊。总共做饭时间呢做了有700来天了啊，中间有隔了一段时间没做，没钱了，那个时候没做不起来，太难了，我停了一段时间没做啊。啊，今天咱们四月份然后又回来做了啊，中间隔了有2个月我都没播啊。好吃啊。给能给我敲点葱花，一点葱花都没了啊！这个虾上面不铺点葱花，这不那个，它粉条还有那个配菜，咱们搭点葱花进去很好吃的。
对，在里面哈、啊，大家可能说有的时候看没虾了、啊，那这就我打进去都这里面有很多虾，它不是说就是在表面上面有哈、啊，就在里面啊。来，给你，来给我给我，来再给你品，人家孙子回来了是吧？那再给你个馒头吧，来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现在放暑假了，他们呢有的孙子都回来了，啊，要多打一点啊，那些孙子小孙子在家呢。哎，我去！最近怎么这么多这样的主播是吧？那对，我觉得我已经影响我觉得我也挺影响到挺多人的哈。可能他本身是在上班的哈，在外面，然后可能有刷到我直播的，然后呢，现在也有想回来做饭的。我觉得这就是影响力啊，就这就是影响力，并不是要感谢我无锡哥哥，谢我无锡哥送的这个踢足球啊，谢谢我哥。欢迎无锡哥哥啊！哥，你是刚从我订的过来？哥是刚从我订的过来？一个比一个盆子大是吧？对。啊，咱们就是，对吧？你看，人家爷爷奶奶都来了，对吧？你能多打就多打一点，对吧？这个我说实话，这也不是说多么的值钱，是不是？就是一个家常便饭。啊，能多打点多打点，你这还去限量，还去打一点点，你干嘛呢？那还做饭的意义在哪呢？啊，正常家里面都是有老伴跟他两个，有的是没有老伴的。啊，如果家里面人口多的话，我说实话，这一盆我都给他打满就可以啊。咱们要么就不做啊，你做你就给他不要让，你做你就给他做好嘛，多打点没关系啊。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，就对于我这样的年纪来说，可能我说实话，有的时候吃饭干嘛的，我吃不完，我可能就不吃了。就可能会浪费，但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不会的啊。对他们来说是不会的啊。那他自己炒个鸡块，自己炒个鸡，就是咱们的炒个小土公鸡啊，一个鸡他能吃一个星期，你信吗？啊，要舍不舍得，不舍得啊！农村人特别就是这样啊，他很不舍得。嗯。没给阿姨拿馒头是吧？给的。啊啊，在这里。我没有，我拿葱花呢。这个你地板吗？啊，虾都打到里面，大家放心，都打到里面了啊。拿碗过来吧，打那个碗过。好。以后是大奶拿锅过来啊。以后是大奶拿锅过来啊。咱们以后就别大奶拿碗过来了啊。拿锅过来啊。给你两瓶是吧，给你两瓶吧啊。来。啊，奶奶在后面偷偷跟我讲能不能多打点家里面。老伴也没吃呢，你说我能不多打点吗？有的时候只他说话你们听不见，但我能听得见啊。对对对，是的，这里面有很多虾啊，家人们。来，那个馒头来。碗一个比一个大，拿的一个比一个多是吧？没关系没关系啊，这个。拿大点的碗也是我要求的，也是我要他们拿的，啊，就为什么我要他们拿呢？因为拿小的那个碗小，我不好打啊，因为我平时打的挺多。我把那瓶水果发来，来小朋友，你水的水给我，那个碗给我，小朋友，给你爷爷打的是吧？这小朋友呢，给他爷爷打的哈，他没放寒暑假回来之前，就他爷爷一个人在家，现在他回来了，他天天帮他爷爷打饭。之前都是他爷爷一个人来打的啊，啊，大家能看见吗？啊，就是家常便饭，其实味道还可以的。就我做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做了快三年的饭了。这个大锅它就是要现做现吃才好吃啊。
你要说隔个夜或者干嘛的，那肯定不好吃啊。这种就是要现吃的。我看一下啊，还有四位啊，四位差不多，我匀一下啊，五位啊。那我就匀一下吧啊，对，匀一下吧啊，来，平平的来，嗯，谢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啊。对对，这个菜其实是比这个肉啊好吃的，我是说真的，就这个炖菜，家人们可能不理解啊，就是哎，人家炖菜有什么好吃的？你不懂啊，大锅菜的炖菜才是灵魂呐、啊，猪肉炖粉条子啊，家人们吃过吧？明天做猪肉炖粉条子，想看的可以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，我明天做猪肉炖粉条啊，我明天我做一道正宗的猪肉炖粉条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来。想不想看？想看的话，你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。明天晚上6点，然后我开播，我明天做猪肉炖粉条，好不好？前面打太多了，没有啊，我这个匀的都差不多的，真差不多的，啊，就是可能会多一点，匀的少会少一点，没办法，这控制不住的，啊，这真的没办法真控制不住。这一碗还可以了，我还剩了差不多。2-3份都完全够了。你给拿馒头。还有几位？两位吗？还有几位？两位是吧？两位你看完全够了呀，家人们，你看。啊，对，有的得敲到稍稍微微保留一下哈。啊，这边人什么少，对，我这边村庄的人呢没有那么多啊，有很多爷爷奶奶们来呢都是10里8村来的呢。来，拿慢点啊，哥子。我现在给打了。